你们两位新人交换，自信无。 结婚，你是结定了，也不许少爷出门。爸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讲究父母包办婚姻吗？一个爱国商人，一个热血军官，亲之后啊，大家都是朋友了。找一个人凑合过吧。 不得不说，你长得真的很好看。签下这份两面离婚书，那你就不要结婚了。你还一定要有自己独立的事业，还有人脉。这样才能长出自己的名堂。哎，顾少爷。 是不是觉得我很帅？风马，都是心扉的女人最不可爱了。为什么会想要霸着你那个人？